The legend of ancient China. The history of six emperors from now.Begin. 皇帝这个名号由我来开启，国际思想在此奠定，像东晋六国统一，在公元前221说我焚书又坑儒，各种思想被我镇住，我这种量级后面的皇帝随便轻松可以屠戮，再加上繁中的赋役，我就背下了暴君的定义，搞得鬼刀点章文字统一，没人重视这里，只可惜后期胜负变烂，陈胜吴广起兵叛乱，楚汉相争，刘邦在乌江结束这场征战，黄老之术能与民休养生息，要皇室支援则采取军国并行，后代萧衍助我实力，齐国之乱大兴抗议，武帝推恩政策大举减少诸侯的土地。河汉界战士杀戮永不归，在无数个昼夜又爱到了好几回，黄河江水又反复了一个世界，如今平乱的人他又是谁？霸主霸家独尊儒术，懂中术，走儒学正统的路，加上太学悟经博士帮你提升程度，学经学带你进政府，有些许道德的领悟，察举孝廉汉朝官员为你的未来做铺路，边疆匈奴是我汉朝受尽百年侮辱，出使西域张骞带领我开丝绸之路，盐铁酒专卖能促使我国迅速致富，魏晋霍去病拿人战争胜利开辟新的版图，早在汉朝似乎住内迁迟早他们终将起兵叛变，谁叫我爸重新实施封建，霸王和永嘉才能一一的实现。楚河汉界战士杀戮永不归，在无数个昼夜又爱到了好几回，黄河江水又反复了一个世界，如今平乱的人他又是谁？传到唐朝太宗皇帝开解，击灭东突厥，形成天可汗的国际体系，贞观时期兼容华夷族多元的风气，武后新皇帝压制关陇集团，壮士殿试全宗盛之期，国泰民安史称开元之治，让我大唐南渡官职，因为节度使安禄山，安史之乱的根源自君王起，何须愿欲还唐末期，凡这割据宦官乱政流离党争的大悲剧，皇子之乱成功灭顶，经济重视一个南方驾驭，河汉界战士杀戮永不归，在无数个昼夜又爱到了好几回，黄河江水又反复了一个世界，如今平乱的人他又是谁？